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，资深演员钱德门二月不幸病逝，享受74岁。告别式上亲生儿女钱正、钱瑜都未现身奔丧。外传是与钱德门遗孀王雅涵有心结，今王雅涵女儿、钱德门继女陈希爱不爽轰，大人都没有这些包袱了。不懂你们这些小孩哪来这么多问题。陈希爱今录完麻辣天后转后受访，他不能谅解钱正、钱瑜自始至终没有半句问候，且他也留电话给对方却都没回音。举例说，即使是坐牢的犯人，发生至亲丧事都一定会跟典狱长请假，而且钱德门在住院期间前妻也有来探视，钱德门也道歉，表示年轻时辜负了他，两人已破冰，不懂钱德门的亲生子女为何能如此无情。目前陈希爱为了要给11岁儿子念双语学校，举家搬至桃园。他说五月钱德门过世百日时发生了显灵现象，当时他手机放在一个牢固的床头柜，居然无预警摔落地上，认为应该是钱德门要来把他儿子叫醒上学，令他十分不舍。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，未成年请勿饮酒，酒后请勿开车。陈希爱、左与妈妈王雅涵翻摄脸书。